由音乐人交流协会评选的年度十大专辑和单曲，向来被视为是金曲奖的风向球。今年的金曲歌王歌后入围者，包括了张震岳以及蔡健雅，都有入围年度十大专辑奖，还有歌手佳佳也有入围最佳单曲，得奖呼声高。先练习拿奖好不好？好。被主持人夸要拿奖拿到手软，选在金曲奖前戏颁奖音乐人交流协会评选的十大专辑跟单曲奖，与金曲奖的入围名单独处雷同。像是入围金曲歌后的蔡健雅也同样入围十大专辑。蔡健雅因为重感冒，只能用手语跟脸部表情来表达感谢之意。今天真的太多话想说，但却说不出口，又兴奋又难受，真的很开心。这些年被视为金曲风向球十大专辑以及十大单曲的名单中，张震岳以及蔡健雅都有入围金曲的歌王歌后，而入围十大单曲的佳佳也同样入围金曲歌后，得奖呼声高。是会怀抱期待，但是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子。这次有没有信心可以得奖？没有，我知道华健大哥有入围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当然就认识的人，那就希望他可以得奖了。金曲奖进入倒数阶段，表演桥段陆续出炉。金曲歌王萧敬腾将献唱张学友的《真爱》，缅怀逝世的音乐人。而舒瑞将以一样的月光悼念恩师彭国华，一向力挺金曲的蔡依林也将带来歌舞秀。听听看。还有金曲主持人庾澄庆、歌手阿令以及林俊杰等多位歌手都要开唱。是情节掉了，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。同样以鼓励音乐人创作为宗旨，十大专辑及单曲提前颁奖，也为周六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炒热气氛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郑一豪、张云婷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